我计算过你们的生存几率约为32.33333%，当然后面是无限循环，你们反抗的同时死亡也步步逼近。拜托再考虑一下，你们不需要启动那个东西。亲手用护盾武器，如果有我一定找到。他们会一步步的带你们走向死亡。你们再继续挣扎，只会让全人类更加水深火热。你锁门的能力吓得我瑟瑟发抖了，白痴！我可没工夫在这干坐着等你们使用那东西。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个研究和它的副产品对这世界来说太危险了。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着你们个个逃脱？这些怪物不该被制造出来，但至少他们这次派上了用场。你们反抗的同时，死亡也步步逼近。停止抵抗。存活人数高于我的模型预测值，或许你们稍微离自由近了一步，但我不会也不能让你们得到自由。处理吧。他们会一步步的带你们走向死亡。太残暴了，但是我想应该足以完成任务了。就算拿走他的钥匙卡，也别以为这就是最后的挑战。那得想办法把他打破。没用。你们反抗的同时，死亡也步步逼近。威廉，我们
必须为这段可怕的故事画下句号。很快就会结束了。也许能看见什么。他们会一步步地带你接受死亡吧？你怎么知道这一切不是计划的一环呢？很惊讶你们竟然能够来到这里，啊，倒得修订策略才行。如果一定要使用暴力，我也不会退缩。太残暴了，但是我想应该足以完成任务了。死亡也步步逼近。这是为了告诉你那次忘了我的生日。这一切就简单多了。
人，我一定找得到。如果一定使用暴力，我不会退缩。放弃！好，我来了！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我必须摧毁保护伞公司的所有成果了吗？时间到，所以你们的末日来临了。